听您说相声。是啊，因为您吐字清楚，声音洪亮，表情优美，外观大貌，赠送亲友最为相当。我成礼品了。不，我是说您脑子来得快，咱们打开库看。不行，打开了那怎么回事？那我检查检查你，检查我呀？别担心，考验你的反应。考验可以，别随便打开。这样，我说五句话，你跟我学，全对了就算你聪明。几句？五句。别说是五句啊，就是五十句、500句都没问题。好，听好了。喝酒不开车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开车不喝酒，错是，没错啊，错了，没错。我问你刚才第一句我说什么？喝酒不开车。那第二句呢？开车不喝酒。那第三句呢？第三句你还没说呀。第三句我说了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没错啊。第三句我说错了是。啊，那也算啊。什么那也算？我怎么说你怎么跟？我明白了，我们重新来。听好了，喝酒不开车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开车不喝酒，错了不是？错了不是？几句了？三句。啊，这句怎么不跟呢？哎，瞧我这脑子。没关系，人有失神，马有乱蹄。是芝麻没有比较烧饼的。哎，真有你的。我再问你，两人见面忙握手，这七个字加哪一个字最恰当？加一个字，也就是说，两人见面忙握手，非说什么字不可。两人见面忙握手，什么都能说，哪有非说什么字？两人见面忙握手，非说好字。两人一走在街上，一拉手，啊，你好啊，各位回答好。换个字难听。那我认识。
说不出那个字，哪个字？一个女字边再加一个子字，这字念什么？这字念我不认识。哎，真有你有心呢，我输了，给你买冰饮。